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公馆的云香亭闪面，它是在二楼的店铺。好，可以看到台北依旧是下着雨，一天多了。好，要从这个楼下的入口到楼上。然后隔壁披萨顺便看一下，好像还蛮好吃的。好，那非常便宜的价格，大概一碗大概不到100多块。好，就从这上面上去。云香亭小吃店算是隐藏版的料理了。好难拍哦。可以看一下。OK。真的不好拍。哦，终于这个比较好拍了。你意外的上来了，闪面条的曲线就像是你带来的思念，柠檬辣椒两次下去以后，又是一个回忆的增加。别忘记走的时候在白板上留下一点小痕迹，好不错。然后这个是黑板上大家写的字，可以看一下。好，那营业时间在这边。啊，这家店是怎样搞文青的？墙上到处都是标语。啊，墙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小句子，可以看一下。啊，按暂停键看好了。那这个好像有点像宗教的感觉。啊，看一下就好了。啊，还有这个 Bruce Lee 耶。好 ，OK。寂寞就像一份心灵的礼物，记得多带一碗回去。哇塞，太文青了吧，太多了太多了。好像不错啊，闪面，然后全部扫一下 ，OK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全部的菜单了。那我就反正价格也便宜，然后点的也不痛。啊，那招牌就通通点一份，因为这里面有音乐，所以我等下就会回音了。好，那我就点这样。嗯，谢谢。啊，那老板娘想请问您，什么是闪面？什么是闪面？闪面，就是一种面。啊，这种面条就是闪面。对，那是一个，不是面条，那是一个口味。口味。对对对。哦。那是自创那个口味，因为面总是要有名字的。哦，是。对，所以我们就是自创的，所以老板就给他取闪面。这是算是那种云缅料理吗？云南缅甸滇缅料理。 OK， 谢谢。哦，这种味道外面吃不到。对，所以他就给他取了一个就是闪面。是会辣的意思吗？也不是辣，因为它的调味料口感。口感哦，就是口味，就是那个口味跟人家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这样。因为它是就是自创。哦，这样好。以后我就要叫闪叔了哈。我靠，里面那锅颜色超红的。啊，刚好菜单可以拍一下。还有这个金字塔牛肉丸汤，金字塔。哦。感觉这个制作上应该是蛮快速的啦。好，刚刚这个店员讲说这个汤是做漂亮的，所以不会辣。蛮喜，本人蛮喜欢辣的啊。好，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闪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炸面，脆脆。脆脆的。我们就吃了就知道了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就是让据说让国外的朋友也怀念的闪面，然后点的是牛肉的，我现在就来吃吃看，感觉好像还蛮不错的。好，谢谢。
上面这个好像是炸过的，好像是面条。王子面，哦，吃起来酥酥脆脆的。口感蛮独特的。啊，试试看这个牛肉。旁边还有一罐像柠檬辣椒的感觉，我就加一下。因为它是要用夜光的，所以有那个黑灯光照，好，一般这种料理都会有点，就是加柠檬汁酸酸开胃的。哦，这个加的好吃哦，够劲儿。好，有这个大陆的 M 粉问我是哪里人啊？事实上，我妈是江苏人啊，我是住在台中眷村长大，所以我是第三代，然后讲话都稍微有点外省口音啊，微微的啦。然后其实我不太会讲台语。哦，但是我祖先两代都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啊。啊，昨天有人问我上战场怕不怕，我跟你讲不怕啊。保家卫国是男人的责任，好，哦，死就死，没什么好怕的。个人觉得哈，杀两个人我就赚到了，是不是？人生自古谁无死啊，哦？好啦，就大概提一下。啊，既然生在这国家，你保卫这国家就是你的天职。平常你可以吃喝玩乐享乐，但是国家有难的时候，男人你就要站出来，就算牺牲性命也是在所不惜啊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看个人啊，贪生怕死之辈也是有了。牛肉还蛮软的。好，反正每个人每个人的想法啊，不一定的啦。像以前东南亚欺负我们渔民的时候，我就蛮想跟他开战的。要是我国防部长的话，我可能已经打了好几次战争了。哇塞！对呀，对呀，你就直接就会开战，这样子好吗？好，没有这个对或错啊，就看这个谁站在那个对的位置，然后做了什么事，然后我们全体国民就是承受。好，那我们就是一个民众的时候，就是要做一个良民。然后这个面就 QQ 的啊，然后上面这个就是类似王子面炸酥酥的，蛮好吃的啊。然后就是，我觉得加了那个柠檬汁之后会更加提味，啊，好吃。这个是柠檬辣椒啊 ，OK， 好，好吃。其实面的分量还蛮惊人的，幸亏有点小碗啊，不点大碗可能又吃不完。然后在里面材料都在这边都拍到了。微微的酸，微微的辣，然后这个油炸的这个加起来吃起来很好吃。好，我有问过了啊，这个东西就是老板娘说是啊，店员讲说是特制的炸面条，增加口感的，很好吃。啊，加上这个便宜的价格，亲切的服务，那我觉得分数是95分，很特别啊，然后蛮开胃的，又便宜，这样才100出头，哎，不对，这样才，啊，反正我刚价钱已经照到了，不贵了。反正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想法，认同可以，不认同也可以啊，没办法，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。好，都差不多都介绍到了，面就 QQ 的，然后还有高丽菜跟这个一些佐料，加上这个柠檬辣椒比较好吃。
汤头就甘甜甘甜的，不错，有着类似泡面的口感，好，不错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大口大口吃啊，因为刚我这样前面不好吃，不好去吃它。嗯，嗯，不错。哦，辣椒还蛮辣的。哦，够劲儿啊！嗯，好吃。啊，再是这个什么金字塔牛丸牛肉，金字塔牛肉丸汤。为什么叫金字塔？啊，算了，直接吃。嗯嗯嗯，嗯，牛肉丸蛮脆的。两粒，好吃啊。嗯，好，就便宜好吃的哈，你这个牛肉丸还蛮 Q 弹的。汤就有点像那种汤面的高汤，就汤面的那种。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87分。嗯，闪面很有特色，这个就还好了。然后最后这个单点的凉拌高丽菜，高丽菜丝啊，啊，因为就算整体来说都算蛮便宜的。嗯。来，这个就是类似和风酱。好 ，OK， 整体来说都不错啊。有没有住云南的朋友跟我讲这到不到地啊？好，随便啊。好了，总之希望两岸不要开战了、啊。这个希望和平就是这个全世界人民的希望啊。开战这个其实并不好。然后就和风酱啊，然后酸酸这个有点微微的甜。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83分。嗯，好，那多少？100元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便宜好吃，我觉得是特色啊，谢谢。好，那过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紧接着就来到公馆这边的刘古早味蛋饼葱花，葱饼加蛋。这个就是上次 M 粉讲说会排队的店家，应该是吧？啊，现在就试试看，葱多饼厚料足。啊，感觉老板娘有一个这个独特的招呼语。嗯，啊，那我一份加蛋的。同学，你要切吗？葱饼加蛋要。切好 ，OK。对，这是我这个同学，没有错。加辣自己加啦，都是你来的，以前加的，不要客气的。好，这样好。辣椒要客气哦，我自己炒的。这样哦，朝天椒，那可以很辣，整罐加下去都可以啊。酱油看你哦。好好，谢谢。蒜头的，没有蒜头的啊，这个是那种蚵仔煎，大碗的酱，不会辣哦。好好 ，OK。还有加盐哦，不是我加盐诶，就是自己来的。哦，好啊，那营业时间可以问一下吗？应该查不到。到。12点左右卖完哦。哦，这样，有公休吗？三宿啊，好。S。OK， 好，在。好，现在就这个葱饼把整个蛋就加下去了啊。哎呀。好。啊，
啊，就没有想到老板娘是我的粉丝啊，那今天给他打折了，打折打到骨折。你介绍很多吃的、啊，我有看过啊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因为我也喜欢吃东西呀、啊。这样哦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那、啊、你的频道是我都有看呐、啊。应该算优质的哦。嗯，对呀、啊，你都介绍很仔细、很详细呀、啊。应该没有很模糊呀、啊。不会不会不会。对呀、啊。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不错了啊。好，事实上这一家应该就是我记忆中那个会排队的店家了，应该就这一家。我看我怎么拍、欸，啊，那会有点晃动就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没有 table 了哦，没有桌子就没办法了。好，这个该加都加下去了。刚刚那个都开玩笑的啊，开玩笑要生气我也没办法了。嗯，哦，酥酥软软的。里面好像还有点菜爆啊！没有了，全部都葱，满满的葱哦，葱啊！全部都葱，没有菜爆。不然我就是吃到这啊、哦，那个蒜味的蒜味的调味料，哦，蒜味的那个蒜头。都我自己用的、啊，因为我喜欢吃蒜，我蒜头放油重，啊，酱油少啊，哎，蒜蒜好啊，好来解决的。好这样。哎呀，我自己用的。好赞哦！好赞啊！你要切吗？好。嗯。啊，酥酥软软的，口味蛮独特的。啊，这现煎的就不错啊，蛮好吃的。哦、这辣椒还蛮辣的。啊，这边写公馆夜市古早味蛋饼。但是你的声音听得出来。真的啦哦。耶稣。好，这样好。那我。我有看过你的频道吗？本人看起来应该不坏了啊、哦。没有了。好。因为最近常被他干掉，说我是很坏叔叔这样。现在两个女儿。哎，对对对，嗯，好。然后总之啊，哦，总之就是古早味，然后辣椒加少一点，真的还蛮辣的。哦，蒜味吃起来真的是很过瘾。啊，好吃。然后也价钱也蛮便宜的，三十块尔，就是谁都消费得起。哦，辣薯粉。啊，辣到不行。赶快支持我，哎 ，OK。好，那老板娘的问候都很亲切啊，赞啊。啊，个人觉得蛮亲切的，蛮不错的，各位朋友可以来吃吃看啊。对啊，分数我觉得是90分，那个不能坐，哎，不能坐着吃是比较麻烦一点。好，拜拜。好，那街景再拍一下，这边很有趣啊、哦，要从地下道走上来。